主席，我们请环保署副署长，还有经济部次长、沈次长，请张副署长还有沈次长。好，委员好。啊，委员好。副署长跟次长好哦。从5月31号开始，天气变得非常的炎热哦。那这个台电的这个备载容量率哦，也就是降到 1.64%、哦、是非常低，那也是十年来的一个最低的一个状况哦。其实这阵子大家一直都很害怕，就是会限电。好、哦，那其实只要气温到达37度左右，哦，我们的这个备载容量率就会低于5%左右、哦。我想要问一下哦，如果今年的这个温度持续这么高，其实这阵子都非常非常高温，如果说3-4天、哦、都维持在38度以上、哦、我们限电的一个可能性有多高？跟委员报告，像昨天这样创了第二高温以后、啊、大概昨天呢突然增加了50万kW，等于台中火力一个基础的一个装置容量。那以目前来看的话呢，我们现在从这个6月底，然后到这个9月、10月，我们整个的备转容量率大概呢是大概在 3.5 到 4.多这个部分的一个情况，备转容量率、嗯、也就是呢大概呢就是台电的备转的容量大概是133万左右到124万左右，这样等于就是大概等于呢两个火力机，两座半的台中火力机组，122万这样、嗯。好，那限电的一个可能性？那限电这个部分来说的话，我们大概呢也希望就是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，所以如果像在这样的低于这样的一个备转容量的话，我们就会启动应变机制。那这个应变机制呢，大概我们会从两个方面来，供给面的部分，我们就会台电的机组呢，在短时间超载运转一下、哦、那再来呢，就是我们从这个气电共生的增过的部分，我们也会增加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一个吸量反应的部分，以及呢可停电力的部分，一天大概停6个小时，在关键的尖峰，那这样整个夯不隆咚算起来，大概呢会有100万千瓦这样的一个紧急的应变计划，我们希望做到不要呢来限电，不要来限电哈。对，好，所以现在用其他的一个机制来讲，在这个夏天可能还可以再跟一下了哈。以次长这样的说法哦，那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哦，因为其实大家一直都在说我们要推动再生能源跟绿色能源。是。那根据你们的一个台电的网站，然后就是风力跟太阳能的发电哦，各机组的状况其实都偏低。好像是风力它只有 3.5%， 好，那太阳能就有 53.3%。好，那这个风力跟太阳能呢，它只占了整体的发电量的 1.3%。 好，我想要问说，这到底是我们的天气状况不好，没有办法说发出足够的电量，还是说我们的一个机组的一个状况不好，所以这个发电的状况不好？大概整个来说的话呢，一风力来说的，现在我们看到在西海岸这些陆域的风力，大概呢夏天没风啦，个差不多秋天过了，东北季风那个有风啦，哦啊，但是啊热人有太阳能安尼。嘿，啊即马就热，啊太阳能为什么不能再发高一点？大概这个部分大概已经都像现在来说的话，像太阳能业者他已经都装了、嗯，但是这个转换率的问题，嗯，那个是早期那个转换率会比较低。那、啊、这个有没有办法克服？这个部分来说的话，往后再技术慢慢再提升看，但是也是有限的、啊。有限哦，所以如果要用风力跟太阳能来讲，就是现在经济部的一个态度，就是觉得比较不可行，然后它可以提升的一个发电量来说有限。那现在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过去我们在这一个太阳能的部分，我们希望在装置的容量的部分，我们再来设法把它打大。哦、所以今天早上很多人在关心的就是太阳能的部分，你要装这么多场地有没有问题？所以我刚刚呢也把它盘点了一下，大概整个算起来大概是
8900公顷左右，离刚刚呢我们这一个，我们刘建国刘委员在关心的部分，大概25000公顷呢，我们还要再来努力。那这部分呢，我们就会请行政院各部会的力量来把这个场域的部分要把它挪出来。好，安尼我接下来要问到吼，现在这个其他再生能源的一个发电都还有限的一个状况下哦，其实美国商会它的2016年的白皮书里面有提到我们。其实会面临一个很特别的挑战，因为我们新的政府哦，这个要处理这个能源供应的问题，其实非常的棘手哦。因为我们在2025年我们要达到非核家园的这个目标，是。那我们政府也主动说，我们在2030年，我们这个碳的要减排20%。好，那2050年要减50%。好，这废核这个状况底下，它的这个电力的一个缺口。就如同刚刚次长你说的哦，可能在现阶段它还是必须靠着火力发电的方式去弥补这个缺口。好，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废核的前提底下，我们怎么样去达到我们要承诺这个减碳的一个目标？好，大概几件事情。第一个呢，我们把这些过去传统的火力的机组，我们太旧换新。那这些太旧换新呢，我们要满足我们社会的期待，就是也要注意环保，所以我们就用这种燃煤机组，是用超超临界，那它的 source 呢，大概哦就是我们的这个燃气机组的一半哦。那但是呢，它的效率呢会来增加哦，这个部分我们在燃煤机组会这样来走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在大潭这边呢来建这个所谓的第三接收站。天然气的第三接收站，来加强增加我们这个燃气机组的能量哦。所以大概在火力的部分，大概一个燃煤是超超临界，然后燃气的机组哦，这个部分来那个，那再来呢，紧接着这个部分就是在强化供给的部分是这样。那我们节能减碳，我们也在前面的来进行。好，那整个希望来达到呢，大家所以这个目标你们预计可以达得到吗？如果用你们这样的配套，我觉得一定要努力，一定要，而且随时要哦，你讲的哦，现在你承诺哦，20%按2050年50%，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。大家来努力啦，按往这方面努力哦，哈。好，那接下来我问到哈，台电的部分哦，现在根据国际的碳监测行动组织哦，他说哦，我们台中的火力发电厂哦，是整个全球碳排放量最高的一个电厂。好啊，这样的数据你们有没有掌握到？那针对这样的一个高碳排放量的一个状况里面，有没有进行相关的一个研究？那现在我们现在呢，对于这些机组，我们都在调整，就是所谓从往超超临界的机组来哦，这个方向来走，来改善呢中部地区的空气的这个排放的这个来改善，大概会朝这样。那这个做这个就好啊，吼。这个大概先安尼来用啦。好，好，这是你的应变啦，吼。那环保署我问一下哦，你们最近在做这个清净空气行动计划哦，当中你们有提到说要去辅导新设或变更电力业者，他使用要让他们去使用比较清洁的燃料，或是低污染的这个气体燃料，好，你们要辅导他们去做这样的事情哦。那你们现在跟经济部之间的一个改善计划是什么？你们有做一些比较积极的一个辅导的一个措施吗？我请唐人先跟委员报告。我们书里面目前最主要是推动，就是一些小型锅炉改用柴油或天然气，我们可能就会采取一些补贴的一个动作，就是由我们书里面来做部分补贴，业者出部分的钱，来把那个小型锅炉把它改成用其他比较清洁的燃料，目前的一个做法是这样。那其他嘞，比如说你们现在跟台电之间用的煤，你们有就是要求他们要用到什么样等级的煤吗？有关于那个电力设施，我们是有定排放标准，排放标准来限制它的一个污染物的一个排放。啊，对啊，刚刚我问的是燃料的部分嘛，就是你们有这个政策说要去辅导用这个比较低清洁，就是比较清洁跟低污染的燃料啊。那你们跟台电之间都没有在沟通这件事情？我们是透过标准的一个定定限制值啊，那个台电公司自然会就会去调整它的那个燃料。那我再跟委员报告一下，我们台电这边最近为了这些燃煤机组的这些整个空污的改善，我们大概准备要花97亿下去，来改善。
这样。好了，因为建奖励嘛，我供你们这个煤的这个使用，到时候会进一步再用比较就是低污染的煤嘛，哈啊，那这部分我希望就是经济部这边能够督促台电一定要做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会来配合。好，最后我问一个问题哦，其实我们在废核跟减碳这个两个目标之间哦，其实我们一直在质疑的是说，再生能源它发电哦，如果未来我们把它目标定在20%左右，但是目前只有4%嘛，其实这距离还蛮大的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如果这个再生能源现在如果要去取代哦，这个核能发电大概还要再挤出16%左右，16%-18%哦。那其他将近的80%的这个火力发电的部分还是无解的一个状况。如果我们现在再生能源去取代现在所需要的这个核能的发电的话，那这个80%的这个火力发电还是一样。好，我要强调的是这个问题。那我比较期待的是说，这80%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？除了刚刚市长你讲的说，就是超临界这个方式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配套？现在我刚刚也提到，我们的燃气机组的这个配比要提高。那你可以看到呢，我们在大潭这边大概会有300万吨的这个天然气的接收站，然后呢，我们在台中的部分呢，我们会再加，本来是100万，可能会增加到150万天然气的接收站。我们把燃气机组的配比提高。好，燃气的这一块哦，因为现在社会比较台中现在就一座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希望说那个速度哦加快一点啦，因为大家都希望说这个不管是 PM2.5 或是碳的这个一定要减少。好，那这个部分的话就请经济部这边哦，针对这个燃气的部分哦，再多花一点哦，不管是经费或是精力都希望就往这边发展哦。那我希望说我们这个气候变迁哦，其实造成我们这个环境很大的一个影响。那我也希望说我们身为地球的一份子的台湾，要尽全力去维护我们的环境。我们来努力，好，谢谢委员。好，谢谢。